男朋友而家唔用，幾時用啊？本嚟做觀音兵咧就冇乜所謂嘅，只不過你嘅 case 好有問題。你睇下，眼燈完全唔襯張台。仲有呢幅畫同間房完全唔襯。我就係中意呢一種畫，同一幅畫唔同嘅人會接收到唔同嘅影像，有唔同嘅理解。喂，你都係心理學家嚟嘅喎。 你冇理由会唔明当中有趣嘅地方噶。唉，咁一幅画又边及一个人咁有趣啊？我净系对我女朋友有兴趣嘅啫。方，你唔会对其他女仔有兴趣咩？不过你成个白檀斋主咁啊，除咗我之外，冇人会接收你噶啦。咁你接收我啦。